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已有公愤的苍穹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证和所证的日子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那坑里有燃料点着的火当时他们坐在坑边他们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他们对于信士们指责被他们信仰真主万能的可颂的主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真主是见证万物的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真主是见证万物的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夏林祝河的乐园那却是伟大的成功你的主的惩治却是严厉的他却能创造且能再造他是至赦的是至爱的是宝座的主是尊严的是为所欲为的你曾听见军队的故事了吗法老和撒玛多人的故事不然不信道的人们陷于否认之中迫害信士和信女而不悔过的人们必受火狱的刑罚并受火灾的惩治不然这是尊严的古兰经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